管子是已经前几天都已经装上去了，为什么还会撞到皮肤？它一直就在上面。不小心吧，它不小心撞到了。有人不小心把它撞到了，它没关系，摩擦到了，就说尽量鼻胃管不要装右边了。我建议你，现在装左边了，下次装左边。可是它是两边，这个月左边那个是。以后就不要装右边，就装左边就好了。可是这个是不合他们的规定，他们的规定就是左右要轮着放。尽量装左边了，尽量。那放右边会的。会流血。没有，这是我们已经装了两年半了，这是第一次。那前装的不小心把它弄受伤了。哦。弄受伤了。所以不是问题，只是摩擦。对。出血而已。哦，看到的很清楚，是摩擦到的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样。所以没有什么问题，就可以回去了。吃点药粉真是可以了。啊？吃点药粉哈。吃药粉？吃什么药粉？让鼻窦收缩一下，比较不会出血啊。哦，不要了，不要吃了，不要吃，不要吃药。